八年，10月17号嗰日，嗰阵咪讲过咧，终于都可以对住嗰个 TIF How to Play Bill 写呢个一幅出咯。嗰啲你都有讲过，用咗足足成年多三个月嘅时间先至可以搞掂。点解会有呢单嘢发生咧？系因为当阵咧，2017年8月19号嗰阵，今晚都有几部手机冇电啦。中間嗰段冇咗，我都講翻俾你聽，就係、是、嗰個人咧加入咗我嘅遊戲咧，冇幾耐就拿住 YEC 23444個之後即刻走人啦。咁似我手法嘅，冇幾耐到10月17号嗰陣都過咗好耐啦。見到佢講你都見到佢嘅名啦 ，How to Play BO4 咁即係佢 BO4 為基本啦。見到佢玩咗個 hardcore 所以話即係跟住佢喺沙漏島嘴嗰度拿住把 SKS 倒入咗佢。2021年嗰陣咧，我窗台望出出邊嗰個其中一個燈位咧。就有工程噶嘛，但唔覺意個工程就唔知就嗰個工程車鑿穿咗地下嗰啲水管咧，導致到地陷，跟住成架貨車就跌咗入佢個窿度咯。跟住即因為佢地陷啊，所以就嗰個位就封咗足足有。半年，嗰個位置都冇車行嘅，只係單車。我嗰陣都有 mark 低嘅，係啊，2022年嗰陣，我屋企人不衰，婆婆屋企好似啲人瀨曬嘢啊嘛，即係嗰啲瀨嘢咧，今日啊～這個中國建築的三個代表就在這裡搞這個 career talk 啊，關於未來的發展啊，中國建築有什麼 project 做緊，其中他都講過啦，起過這個竹篙灣檢疫中心啊，方艙醫院啊，如果你記得這兩個是什麼來的，你應該會想起2022年那陣疫情啊，那陣不是最嚴重的，就1月尾到3月幾咧，跟住聽到話送去竹篙灣嘅中心隔離啊嘛，佢話佢個成個 develop 嘅日期係2022年嘅2月幾到6月幾啦，嗰個 moment 就最多人過身嘅時候，即係如果你有印象嘅話，不過我最有印象。有冇地理嗰度講過啊？嗰段時間出街咧係冇人嘅，條街度 M 記又閂門，朝咩晚朝五啊咁紅色。不過咧，有好多人都係中學建築，不過我唔係，因為今日上 BIM 嘅 workshop 嗰陣時收到個 email， 就話啊你交嗰個 CV 啊，就 match 到你跟呢份工啦。咁我哋有30几学生冇攞奖学金嗰堆，50份工，我咧就去一间叫做 Bill King 嘅嗰间公司啦，中文名叫利基有限公司啊，得3个人，有个同班，另一个 A 班。到嗰個 A 班嗰人就叫 Alan 啊，你知邊個啊？就考試 design 個嗰陣就打個電話就關於哇，如果你考試 design 炒咗嘅話咧，就唔緊要噶，我咧就會盡力咁幫你。跟住然之後，佢如果冇記錯嘅話，應該係我嗰陣揾個莊學群之後咧，佢先至走過嚟嘅。咁然之後。聽到個 friend 同我講話，阿 A 撚咧走過嚟同周學凡講，我負責嗰 part 冇已經變咗廢，所以就應該
即係我飛溶咗，點知我冇事。我諗跟住坐死我話俾你聽，想我飛溶嗰條字咩大佬？我同 Still 嘅，不過就上咗九個字就已經收，就已經收工啦。佢淨係講咗阿三嘅答案啦嘛。但係咧，我想講就係嗰個阿 Sir 咧，即係佢做得我哋 IBSP 嘅 supervisor 咧，就預咗一個唔好嘅預感。因為即係你話睇錯字計錯數，即係話學生計錯數就理解啦。不過想講咧。見到佢嗰個 solution 咧，有一 part 係用錯咗數嚟計，即係佢嗰個，即係例如咧，佢嗰題係 bear 車個 bearing 嘅頂嘅位 capacity 係用個三條式，見到話個 grade 係幾多嗰陣時就用幾多嘛。咁我咁碌屎寫低啊，如果個 grade 係355嘅話，個 PBS 就50咧，佢用咗560。跟住咧，佢同我講話，佢係睇錯咗個 PT 係 PBS。我諗緊你呢隻眼唔係已經唔知嘅一般嘅問題啊，已經係 PBS 係 PT 分唔清楚，同埋咧見到佢撳嗰啲 notes 啊，唔係撳嗰啲 question 啊、solution 嗰啲係有障礙咯。即係簡單嚟講，你已經撳咗 solution 啦，但係咧。你唔記得咗，再係撳多次啊！即係喺個 file 嗰度撳咗兩次 solution 啦，總共。啊，我諗緊，既然係咁嘅話，個 IBSP 冇著落。我見到另外三科，即係 Tamer 嗰個啊，朱浩庭啊 ，DSAI 嗰個咧，係每日都交大嘅進度嘅。哦，你 IBSP 點樣？哇！如果你做咗嘅話，即刻就有呢個印象分。即係到時你 present 嗰時唔止一個老師嘅，就係成堆 supervisor 喺我及實你喎。但係我哋嘅 supervisor 點算咧？冇跟上過，咁難怪其實我都冇準備過，因為好簡單，太多嘢做啦。依家要做埋啲 assignment BIM。可言事冇特別。我想講咧就係見到有好多人都喺度鬧。嗰、那個三個州行動嘅話抄落十足十咯，包括就係嗰個刺針，嗰個仿飛彈同埋個 TV 彈咧，射咁射埋，如果真係冇提示嘅，即係你整到好似 BFE 咁嘅狀態，你嗰啲話依家好似 BFE 咁樣，咪你俾個導彈鎖定嗰陣時，咪見唔到嗰個標誌嘅，跟住 TV 彈都，跟住直升機嘅 TV 彈都一樣噶嘛，可以理解嘅。嗰種嘅技術，但係我心諗你依家都2024年，騰訊嘅 game 應該都出邊硬嘅。我喺2024起碼都見到啲導彈喺邊度飛埋嘅，但係你玩三國真，我睇人哋玩係完全唔知嘅，無奈咁樣開住二手彈手周圍掃掃，跟住話咩坦克車個鋼針坦克就勁啊，點樣去？即係啲飛機出嚟俾個鋼針打射一炮收皮，點樣改咧？佢嘅改法就係將個直升機嗰個出世點改遠啲，唔係應該就諗翻喺激光塔啊？件事咪 Season 3一出嗰陣時，咪基本上冇一架直升機又出到嚟，即刻出到嚟玩到嘅。只要見到遠啲嘅激光塔咧，一出嚟嗰下即刻俾人射爆咗嘅。後屘 DICE 就宣布咧，將激光塔嗰個射速就降低咗咯，即係有下墜啊，弱咗啊！以往冇下墜嘅直線咁樣射過嚟，好似嗰啲 parallel 嗰樣啊。唉，三個真人同阿騰訊只 game 出嘅，我只能夠講就係話，
你嗰啲嘢，你嗰啲 element 抄都抄唔明啦。即係有講法，你係一個 design， 你會冇自己方法去 design 一隻三角洲行動嘅咩？係要抄人哋方法嘅。聽佢鬧都好舒服咯，大難怪喎！見到一堆人就玩呢個大喂國產版戰地，但係只 game 自在，對於佢嚟講唔使整呢個加速器啊嘛，跟住又佢唔使錢，唔知幾多錢啊？應該好平，或者唔使錢。玩完四人就越少咯。琴日掉佢老尾玩咗佢之後，又有幾個撲街嘅，即係死都唔變嗰啲水，啲人真係。我諗緊過第三個週，你冇嘢好賺咯。但係咧個貼吧就勁多弱智咧，延時貼吧係講三個週啲嘢，我心諗點解唔係三個週貼吧擺嘢咧？